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雨涵，来自中国。我拍照神器被我女儿给弄坏掉了，今天只能这样子拍了。今天把以前的衣服拿出来试了一下，以前穿不上的都能穿上了，特别里面的那件衣服以前也是穿起来就像包粽子一样的，现在穿起来都很宽松，也挺漂亮的。很感谢泰国旅游局给我这次机会，让我瘦身，也让我变美丽，一直都很感激。现在看我是不是特别美丽啊？我自己也特别满意，只是眼睛还没有恢复。我想眼睛恢复了，肯定挺漂亮的。看一下这件衣服怎么样？这件外套。怎么样，好看吧？嗨，我让我朋友跟我一起拍视频，我朋友都不跟我一起拍，他说他不想出名，他说我太出名了。有没有 PN？ 是不是太出名了？但中国人都不知道我，可能泰国的人会比较。我的同事，我泰国同事都打电话给我，问我是不是来泰国做整容了。我说是的，他说他看到了，说我变得比以前漂亮了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都高兴死掉了。看一下，哦，我妈妈说我回来之后皮肤一天一天都变白了，是不是在那个叫做 CBA 做的那个东西，那个面膜之后皮肤变白了？不知道达令和 Nofi 有没有变白掉。好了，看一下近照有没有变白。